歌声人生，今天是倒位下来。这个小王呢，他跟他老婆是在工厂里面认识的。嗯嗯嗯。那么交往之后结婚，那么一天呢，老婆在这个家里在看医生的时候呢，医生跟他讲说啊，你怀孕了。啊，伊无，伊是讲伊身体无好。哎，对，讲你怀孕了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够生。哦。因为你嘛，一点不生这囡仔，你可能你这个身体站不掉，母体上就受不了。嗯。所以讲呢，只好把那个小孩拿掉。那么拿掉之后呢，小王就跟他老婆就讲说：“那我们不能生算了啊，我们看找机会，我们领养一下就好了。”应该是太太，但是太太伊唔敢。太太他心想说，他很爱小孩嘛。嗯。有啊，讲好啊，所以讲垂来答应，但是呢，哎。偷偷的呢，故意不避孕，哎，又怀孕了。哦、那怀孕之后呢，她也不跟老公讲，然后呢，就是肚子一天天大，大到了呢，结果已经快生了的时候，她老公就说：“哎、欸，我唔是讲叫你讲卖怀孕啦、啊，你讲那个办呢？因为我都爱囡仔，爱囡仔，叫因老公好了，一年呢，要不然咱变化蛮快，这个囡仔生出来了，生出来了，果然生出来了呢、嗯。这个太太呢，囡仔是平安生出来，對對對但是太太的贵姓去啊？”啊，这个小孩平安呐、啊，这个母亲呢就这样去世了，所以这个小王心里面就很难过，很难过呢，就是想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呢，就看到这个有这种点播的这种节目，他想说想点两首歌呢，啊来听，这两首歌呢，一个叫做什么？一个叫做闽邦，闽邦，一个叫做车载河鼠，车载河鼠，这车播音贵姓去啊？这种像这种情形哦，也是这个播我另外看替替是吧？不是，其实这嘛这个社会啊，那领养也没有关系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关系，但是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心里面就想说啊，这个不是属于我们自己亲生的骨肉，就是好像就是那种感情度也不太够。但是你像伊机关紧，你生出来得以自己的生命去赌干什么？对啊，我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这个生出来小孩子没事，为什么妈妈会受不了？哎，有啊，有些妈妈就身体。较虚嘛，较无法度人生产嘛。好的，我们来听这两首歌，《闽邦》《车载何处》。过去，迷茫迷茫，只是梦。